咁嚟到玩具 TV 啦，啊，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做翻一个独立嘅访问，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好，我叫师奶，咁我就系 Team Time 嘅设计师。咁我哋牌子咧就主要系做啲复古嘅机器人玩具嘅。哦，咁啊，即系我见其实有几多年嘅历史啊？你哋嗰个团队？我哋即系出产品卖，可能系2016年底圣诞节嗰时开始卖。嗯，咁即係做到而家大概兩年幾咁咯。但係點解會開始呢個設計師玩具嘅創作啊？因為其實我同我哋一啲團隊嘅成員咧，開始都係玩具設計師嚟嘅。咁我哋以前咧就會做啲僆仔玩具，即係四驅車啊、陀螺啊嗰啲嘢嘅。因為即係一直做開呢行，咁可能即係可能經驗多咗少少，覺得想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咁就決定去試下做啲即係屬於自己創作嘅玩具咯。咁我又想問一下，點解你會揀機械人為主題呢？可能我淨係中意畫呢啲嘢，即係其他角色可能我唔係好擅長。哦，你中意畫機械人？係，冇錯冇錯。哦，咁呢只機械人嗰個靈感來源又係喺邊度嚟咁樣咧？我哋開始係從嗰個聖誕雪人去做嘅。哦，聖誕雪人，因為我哋以前即係做product 之前咧，即係做產品之前咧，我哋每年會畫啲聖誕賀卡俾同事嘅。咁樣有時因為我就係中意畫機器人嘛，所以我就會將個雪人咧畫成機器人咁。咁我哋牌子第一個機器人，佢嗰個形象都係從嗰個雪人咁樣變化過嚟嘅。因為我有啲印象，你第一個產品係即係用一個鑄索咁樣去做啦，咁啊有海綿啊包住曬喎，出嚟個效果好正嘅喎，係啊。因為我哋想嗰、那個點講咧，其實我哋開始做嗰時咧，其實對嗰啲朗膠啲工藝唔係好熟。咁我哋以前係做開鑄索嘅，所以第一個產品都係會用翻我哋即係自己比較熟悉可以掌握嘅嗰啲工藝去做，所以就用鑄索呢種工藝去做咗第一個我哋嘅機器人。明白。咁你喺廣州即係你一直都喺廣州啦。咁嚟深圳參展，其實係咪第一次呢？係，冇錯冇錯。哦，咁你暫時對即係呢個展覽嗰個整體嗰個感覺咧，覺得如何啊？我覺得其實個場地佈置都幾有 feel 啊，加埋啲燈光同埋音樂嗰啲效果，即係喺度擺展會感覺比較放鬆，比較舒服咯。即係你中唔中意嗰個氣氛？因為我見因為一般擺展就都好光猛噶嘛，咁今次好似成個展覽嗰個感覺又好同以往好別具一格咁。係啊，即係個場有少少似酒吧啲 feel 咯，即係加埋啲音樂係。咁你有冇一路即係展覽嗰時一路跳舞咁樣啊？哦，咁未到今晚夜啲咁啊？係啊，今晚試下，今晚試下。咁其實嚟到呢次咧，你覺得深圳同廣州有冇咩特別嘅分別咧？你覺得個係無論係市場啊，或者啲 fans 啊？fans 可能廣州啲怪人，即係奇怪啲嘅 fans 會多啲咯。即係暫時從今日嘅程度嚟，即係從今日嘅人流嚟睇，因為廣州可能啲即係奇奇怪怪啲人會多少少，暫時嚟講。呢度啊多啲係即係好似好型格嘅人先。應該係。咁但係你自己其實期望係中意呢邊做多啲展覽，定係喺廣州？因為其實廣州先話叫做近啲即係羣眾啦。咁你覺得邊樣你自己喜歡？其實如果係咁揀，應該係廣州會好啲吧。畢竟係即係屋企門口可以做展，咁即係運嘢會方便啲咯。因為我哋每次做展都會有好多道具啊，即係嗰啲小道具或者即係嗰啲展櫃之類嗰啲嘢。所以如果地方近啲，我哋會方便啲咯。咁希望你呢次咧展出成功啦，即係多啲能夠多啲，即係深圳咧、廣州以外嘅朋友，甚至香港嘅朋友咧，能夠認識到你公司或者你團隊嘅產品。多謝多謝，好，多謝曬。Thank you。哇，喂，探查 Brian 你，訪問咗咁耐咧，真係辛苦嘅，知唔知啊？喂，唔好飲啊，唔好飲啊！你知唔知係咩嚟㗎？呢個有個樣㗎，有個樣啊！呢個就係我哋咧啱嚟緊訪問呢位 artist 嘅作品，同埋係 flow type 嚟嘅，所以咧我都要小心啲。你小心啲啊 ！OK， 我开很小心的，谢谢。我们的嘉宾是 Whiskey，你好 ，Whiskey 你好，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Hello， 各位好，我叫 Whiskey Ren， 然后我做艺术，做 illustration， 做插画，做 art toy design， 然后平常呢是在北京的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我们有一个工作室在后海。最平常我画最多的是就是绘本类的插画嘛，然后也会有很多 character， 有很多角色，然后我会觉得有些角色会比较适合成为立体形象，我就会去想做公仔。对。
所以你刚才说你很做很多作品就是插画，但是这个插画是为自己做的，是为公司为赢家做的。Illustration is for 就是插画会做自己的作品，嗯、然后我也做一些商业委托，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画自己的书。我的主要的一个品牌系列叫 Little Immortals， 就是小仙童，然后。就是等于说故事背景会围绕了100多位小仙童展开，然后会十只十只成为一套一套的系列推出，现在已经第一套的十只已经出完了。嗯，对，是这样。我刚刚听你说这个英语非常流利，你是在外国生活过吗？对，我以前是因为在美国读的大学，在纽约，然后当时读大二的时候吧，就开始做 art toy 了，嗯、所以就对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 business 了。嗯，对。但是我听说你也是北京人，是不是？对对对。但是你现在工作是后海，这是深圳。啊不，北京的后海，北京的后海，北京后海啊！错了，搞错了。对，北京后海非常出名，就是它的酒吧街跟这个河边的非常漂亮。哦，对。然后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去创作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一整套的餐具，有杯子，有壶，然后还有一些罐子什么的。其实这个跟我创作主要系列是一个分支，我有时候会想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概念跟实用品相结合，就比如这个是整体叫灵异的餐具，他们只有晚上才醒过来的餐具，但当这个玩具的载体换成就是变成杯子和一些器械或器皿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有一种实用性在里面，然后赋予了它更多含义，我会觉得很酷。那你这一次参展的话，你希望从这个展览得到什么呢？我觉得看到更多新的东西和我可能会更多想看到新的设计吧，可能各位很多艺术爱好者或艺术从业者会更喜欢看到新的文化或者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然后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对对啊，真的，我看你真的年纪应该不大，但是你的看法的观点很透彻，对对，很宏大。You have a very broad view on the mark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Oh, thanks. Because I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quit school, and I go to the market try to sell some toys several years ago.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So, 就对，是这样。非常好，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哇！我咧听住咁强劲音乐咧，同埋揸住咁潮嘅雪糕咧，我都觉得我潮咗。食蛋咩？你咧，哎呀，我得啦。你好，你好 ，Andy。Hello.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给我们香港的朋友吗？大家好，我是 Andy Chan， 来自中国福建。对，好，这一次你参展就主要就是这两个不同的作品吧？对对，可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吗？这个作品叫《雨丝鱼》，我最早一个作品是《风丝》，是来自家乡的一个，算是一个类似神一样的神兽吧。那这个是结合了一些传统的东西，我把它变成一个像中国螭吻一样的神兽。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些山海经啊神兽这些东西，那我希望说更有中国的表达吧。做一些更有中国表达的东西吧。但是颜色方面也很不中国，就是很外西化。对，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 soft beat 我有买，有收集 soft beat 的习惯有买好多 soft beat， 从最早的丸山啊、马路山，然后Bull Mark 都有在买，所以我很喜欢收别的东西。但是，日本，我跟日本设计师交流的时候，日本设计师会说，收笔是日本的。对。那但是在你的角度是怎么看呢？潮流公仔是在跟香港设计师交流，香港设计师会说潮流公仔是香港的。
那我们中国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内地中国有中国，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东西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我想把我们的文化带给大家，然后带到全世界。明白，这个也说得通，但是这个说不通，因为这个 ice cream 没有，这个是冰淇淋，还有这个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是跟 Pop Life 合作的一个玩具，Pop Life 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对，所以我中国的麒麟是中国的、ice cream 是美国的东西、所以我想，它叫冰淇淋。冰淇淋啊，冰淇淋 ice cream， 所以说我想把中国的东西，因为麒麟在中国，它给人感觉是一种很幸福的神兽，让给人带来幸福感，给人带来快乐。明白。那我们在吃 ice cream 的时候，也是很开心、很幸福的。所以我想把他们融合在一起。那你这一次参加这个乔晚嘉年华的话，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展览？我觉得这是在给很多，因为这个东西在中国也是在兴起嘛，那是给很多年轻人更多的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的这些潮玩文化。对。你觉得这个展览跟其他的潮流的玩具展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它更重在推广文化吧，推广文化本身，而不是在卖东西，而不是在就像是在清销会啊、展销会这样子。对，真的很不同，很不同。这一点其实对设计师来讲也是挺重要的。对，我是觉得我们算是在内地比较早做这一块的。那我相信说，我们的更多的责任不是说去赚多少钱蹭这个市场，而是去怎么样让大家更多的去接受这个东西。对，所以你自己也很享受这个情。对啊，认识很多新的朋友，认识包括美国的朋友，对，包括香港的朋友。对。好，杰奇，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祝你的作品是大成功。好，谢谢。Hi everyone, this is Andy Chan. Live Light, Love Light, Pop Light.